八号晚，第一届塞班国际电影节在塞班岛举行。在当晚首届塞班国际电影节颁奖礼上，人气偶像张翰凭借今年票房最大赢家《战狼二》获得最佳男配角。获得最佳男配角的是张翰。张翰，恭喜你哦！接下来是你的时间了，张翰。很开心来到美丽的塞班岛，然后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美妙的夜晚。同时，我觉得我是一个非常幸运，因为我觉得作为一个演员而言，能演到一个好的作品、一个好的角色，才有机会去拿到这个奖项。那我也觉得，这是我从艺以来第一个作为演员啊，第一个电影奖项。然后从这一天开始，我也会更加努力的去做好一个演员的本职工作，然后做好一个全新的蜕变。谢谢组委会所有的评委老师，然后谢谢塞班电影节，谢谢《战狼二》的出品方北京文化，更要谢谢选择我的导演胡静，谢谢。搜狐视频的所有的网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张翰。您之前来过塞班吗？我第一次来。对这个印象？可能塞班应该是一个潜水圣地吧，然后。我不会潜水，对，然后但是觉得这个小岛很美啊。有想到在那边潜一下水或者玩一下什么吗？就我觉得可以下一次有机会可以过来啊。您说过拍《战狼》其实是因为吴京看到了一个不为人知内心的一面，那他之前找你拍的时候，其实心里有顾虑和担心吗？毕竟现在就很吃苦，年轻演员很少，然后拍摄的环境真的很艰苦。嗯。他有担心这方面吗？是我还是京哥？我觉得京哥，因为其实不了解的人都会有一些顾虑吧，啊，那其实也是看就是真正合作起来就是彼此的感受啊。那其实我们的有一个前提就是说我们要进行前期培训的，那环境那么艰苦，你朋友有没有担心？拍戏，不管多辛苦，这是演员本身的事情，然后也是一个演员必须要去承受的。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顾虑啊。那您觉得这部戏对您来说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呀？我觉得可能最大的挑战应该是枪械吧。啊，看到网上对您的评价就有很大的改观，有没有心里觉得很暗爽了？就是变成一个没有什么暗爽，我觉得让我更加懂得，作为一个好演员才是最应该值得被尊重的。啊，那跟吴京导演的这次合作对您来说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呢？太多收获了，我觉得除了拍戏以外，专业上的东西更是精神层面的啊。那有想到票房会这么高吗？其实所有人都没有想到吧。那看到这样不断刷新的票房数字，您的心里是感受是什么样的？我只能说我自己很幸运，能够参与到这样一部优秀的影片当中。那您知道您之前贡献过很多那经典的台词，然后如果说以后网上再碰到这样的剧本，还是有这样的台词，您会要求会改吗？因为我并不认为，不是你一个演员，你没有资格改台词。那既然就是制作方包括导演他们一致认可这是一个很经典的，那我觉得你就应该去遵守这个游戏规则啊，这不是演员说了算的啊，除非我自己做戏，我可以啊。那之前就前一阵儿，您开了个会，然后有很多演员，然后您说如果以后就是未来会为电影事业的发展，然后甘愿贡献自己所有的票房，这个是认真的还是开玩笑？哦，不是，我没，不是你可能就大概没有了解清楚那个词是什么样的。我说我自己的片酬，电影片酬，对对对， 对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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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，是认真的吗？我当然是认真的。你当着那么多人面前说了这个话。难道要食言吗？我不会的啊。就会以后真的会这样子去做。是啊，对。嗯，那接下来你有什么打算呢？就2018年。其实一个打算就是，我觉得接的所有的作品啊，要对得起观众。就如果没有好的，宁可不接，也要等待一个就是我觉得是有突破，给大家一个全新改观的这样一个好作品。那目前有您最想饰演的角色吗？就没有演过的角色都想饰演啊。